看那个假面舞，就是，但是特别有意思。虽然很多词儿没听懂，但是那个感情，还有他的那个就是说表现的东西，那些共通点，还是能够感受到。通过这些活动，我们也能够更加的了解韩国的传统文化，就非常感谢韩国文化院给我们，就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了解韩国的传统文化。我们在这儿已经很长时间了，一直来观看演出啊，上课学习，真的感觉很好，文化艺术很感兴趣，然后也很喜欢，了解了韩国非常多方面。